我现在这个地方是 Big Bend Road 交接的地方，叫 Ethel Avenue。这两个餐馆，一个叫 Hank's Cheesecake，一个叫 Pietros，在这里。左边是 Hank Cheesecake，这边是条 Pietros，好像是有点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墨西哥风格的一个餐馆，不是很大感觉。可以去，什么时候可以去试试看？对面是 Office Depot，还有Sunoco Plaza，中文学校，一个电影院 IMC，多少忘了，在 Clayton Road 上面。这个地方。一时候只会往东边走走。我刚才看到这边好像是一个有点像 apartment duplex 这种风格的。我以前没有在这边走过，在这边随便走走。看到这个路边 driveway 车子，这边可能是没有 garage 这边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 Richmond Heights 还是完了学区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那个走过去就是 Clayton Road 了。我一般以前走路在那一边，不用穿这个 Big Bend 或者不用穿 Clayton Road 的这种大路的地方走，一般是这样子。对，这边都是好像。duplex apartment 这种可以住好几家的一个楼，好像你看这个就很明显，有两个门。那个狗在叫。楼上一家，楼下一家，可能是。感觉是房子有点老了，可能有100年或者这个样子。直到那边好像，可能有的是 single family 了，就是独门独户的。像这个就是有 garage 的，这边写的 dead end。我走到那个 stop sign 就停下来，走回去算了。